要踢到哦，好来，直接踢哦，踢到这个腰带以上，垫出去，对，前脚没有，前踢前踢，前脚垫出去前踢，前脚一踩就前踢，我上次讲了，好来，再看这里，再看这里，哦，我们在这边做这个，我再踢踢到，哦，再看一次哦，我要前脚垫就踢就下来，好，走吧，我要看看。好前脚一踩，踩出去就踢。你继续，对对，不是出来，要前踢。哦，好，这样很好，就是这样。踩出去踢。对对对，踢高一点啦、啊，不要踢在下面啦、啊。哦，对，好好好。哦，不是出来，要踢哦。来，换你来，帅哥来，换你来前踢。脚踩出去前踢，就直接用右脚踢，踢到腰带以上。对，很好，喊声要眼睛看他。对，踢他。对，很好，就是这样，再一次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很好，好，进和你来。好，很好来。哦，你脚不要再跺了，就滑出去了。你一跺，他就知道你要攻击了。对，滑出去你要前踢哦，记得这样子脚板要压。对对对哦。哦，那个你要当火把哦，要动，然后让他能够踢到，对打的时候就是火力。哦，你要那你看你会怕对不对？踢下去，不要去，不要用力脚。踢下去就好，踢下去不要用力脚。对，就踢哦，当火把，让他那个。啊，我左拳了。对对对哦。啊，我要左拳。练习对打的时候，我前踢要怎么踢？哦，懂吗？对对哦，就是不要用力，点到就好了。抓住一个他的花。
进来，不要踢就好了。对，要踩进去才会踢得到，没有踩进去踢不到。哦，前脚垫着就进去了，前脚一踩进去就进去了。好，前脚垫，前脚踢。哦，靠你的前脚弹性直接踢进去。第一高一点，第一高一点来。